什么是鬼手，仔细看。好好两个，好。没有，但是要拿起的蛋糕扣上一个，盖上一个，拿起蛋糕走，两个能盖上。过去，这呢就是三个。哈哈哈哈哈！如果没看清没关系，我让你猜一遍，子克。空碗盖上，拿起的蛋糕扣上一个，盖上。扣上。拿起来说走，这边几个？几个？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一个哪边亮？这边几个？这边几个？那东边哥亮。这边俩。啊。过来。这边。有。过去，这边两个。盖上。过来，你把这个盖上。我把这个盖上。对，这个也盖上。这个也盖上。必要盖。这边必要盖。哎，这个球怎么办呢？我不拿，你把它攥紧。对，攥紧。哎，好。拿球说进去，打开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大家好，仔细看，我这里呢有个球，还有个杯子，把球呢丢进这个杯子里，摇晃一下把它倒出来。你说球在杯子里还是在我的手里？杯子里。杯子里没有。在手里。这就有了。双击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这里有一个鸡蛋和一个玻璃瓶子，鸡蛋就在这个位置。3、2、1，瞬间穿越玻璃瓶子，瓶口、瓶身、瓶底都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喜欢的双击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鬼手。仔细看，空碗盖上，拿起蛋给它扣上一个，盖上一个，拿起蛋说走，两个，两个盖上。过去，这里呢就是三个。如果没看清没关系，我让你猜一遍。仔细看，空碗盖上，拿起个蛋给它扣上一个，盖上一个。拿起蛋说走，这边几个？这边几个？这边两个。过去。这边。盖上。过去。这边两个。盖上。过来。喜欢的双击，谢谢大家。拜拜。大家好，我这里面有一个鸡。还有一个玻璃杯，好，仔细看。双击定律，没毛病。大家好，我这里那个鸡蛋，仔细看好了。